还是跟韩团，韩团在，韩团没办法，没办法。韩团合作不知道什么，还是日本的好。不过我是第一次去高雄一家，其实应该说我去高雄好几次了，可是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去的，好久没去高雄了。不对不对，撇除掉工作啦，撇除掉工作，不错，去玩，而且我还没有去过义大世界。我小时候的时候没有义大世界，我小时候都去六福村、剑湖山、小人国。九族，九族好像去过一次而已，但比较多次是其他的。好，吃饱了，超饱。我们今天准时下班，回家买康拜。我没有去过月眉，我也没有去过马拉湾，都没有。啊，好饱，好饱，好饱，饱饱饱饱。对面选的是大嘴扣个魔，我们要玩什么呢？舍破玩谁啊？玩珍娜好了，或是巴德、达里克、达里克好了。我们这组的达里克不错，好像没有不错。珍娜不错，左一 S 级十七位靠背，这么难啊？哈哈！安安波浪符不知不觉竟然四十等了，摸屎！22号那天活动有机会请小编帮测路吗？台北前爹表示，说好的聚餐说了3年了，帮丢丢。快吧，高雄活动好像会有一些花絮吧，应该会有。然后高雄聚餐的话，上次有讲啊，今年会请大家这个干爹干姐们在台北唱个歌，晚上唱个歌，估计3小，2小好了，3小太久了，3小我会睡着，没那么多歌唱。
啊，不然你们唱，然后我睡觉吃饭。跳个钱柜，我可以点牛肉面跟水饺，这样就好了。各位看台的朋友们，赶快加入我太空战士的公会！我们今天晚上九点要跟博之一起打 JT 的小草跟豹哥啊。虽然我们跟他们不熟，但上个战场大家都是敌人。我目前只有七个公会会员，请各位帮帮我，我怕到时候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是我。七个里面还有一个是我的分身账号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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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们点 Q 或点一都可以啊，一等的时候。不过我比较喜欢点一啊，对。我其实是比较喜欢点一的，我没有那么喜欢一等点 Q。伺服器什么时候会改？他们好像要一点点作业时间。不过你想加入我的工会，请先调整你的伺服器。嗯，谢谢啦。你们这个时间点加入我的工会的话，你看你都会留 在我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。In my heart. That's all. 哦，没有啦。你看这样下次我就会记得你了，很棒吧？你看上次那个摸大胖有没有？一直跟我靠仙剑，因为人太少，不要再靠背了。怎么一直卡蛋呢？这个凯特琳。讲真的，这凯特琳应该是不怎么会啊。光看他那个走 A， 我就觉得没什么救。
大家漏兵还漏蛮大的。一等点加字点 Q 都可以啦，没有一定，看人。不过如果我是凯特琳加珍娜的话，我觉得一等点 Q 比较强一点。点加字有点被动，然后再加上对方机器人对线的话，你点加字一等还蛮危险的。你会希望两等点到一啊？嗯，你等一等点加字，你两等要点一吗？那你两等打起来也太弱了。有时候不是一定的，看看一下情况。变通变通，人要知变通。那个酒桶加扣个魔可以把我们杀死，除非他把我们勾走。你看他在干嘛？哎，他就算在这边把那个勾走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能干嘛，你知道吗？不要骗我，是真的，我会玩。你这个夹子还没放到，到底杀小啦？哇，刚扣个魔被夹到的话，扣个魔就要喷闪了。对方机器人家扣个魔就打不赢的组合，这个版本珍娜跟那个懂吗？就是出那种护盾值的角色，有点太智障了。退了，退了，点那两下没有比较爽。你放那边还不知道被拆掉。哦，看不到，这么强啊？不会吧，这个看不到吗？眼可以这样插的？好，我们现在对线一定屌虐的，还有 BF 啊，那治愈也好了。AD 的插眼操作好细腻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闷插眼的玩家呢？机器人溜了，有一点点危险。哎，这个机器人是。还蛮喜欢进攻的，对吧？他喜欢各种乱勾尝试。他把线搞得那么痛苦。
点它，点它，放上护盾了，点点点，用力点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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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哦，现在有眼睛是不是？怎么点啊？怎么点眼睛啊？没事。我出事了。库奇先，哎，凯特琳，库奇，库奇。打得好哎、欸。哎、他也跑太远了，就是，哎呀，他不大会啊，就是不大会。他不大会的点是那个，他不大知道要怎么玩这个游戏。刚在塔下，我可以保我们两个都不会死吧？在塔下，我有大绝，我有虚弱，我们两个都不会死。只要跑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被塔保护的地方，他跑到这里。就绕塔就好了，刚绕塔一定活，因为酒桶刚刚是没有伤害的，然后他已经把第一波爆发被我护盾给挡住了，然后机器人跟寇格摩进来，其实他们有塔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打，而且酒桶第一时间是拉掉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塔杀的意思，可是他一直往上面跑，然后库奇就一直输出一直输出，其实说真的蛮亏的。主要我大绝有虚弱啦，如果没有大绝没虚弱的话，其实就是不应该往塔下钻，就是想办法往上，然后争取队友的时间。应该不会死。哇，还脚闪、欸，他超怕的，他刚被吹到应该不会死。再点啊！再点、啊！再点、啊！这边这一波就可以再点，因为克古摩没血，然后我们这边也不怕上路 TP， 上路刚上一波 TP 过了。没魔啦，讲错了，霍格摩没魔。我才懒得理他。海鲜就乖乖在后面等凯瑞。安安大干爹，工作辛苦了，给我钱，谢谢。他们应该吃疯了。符文有在跳前吗？没有，我还蛮不喜欢玩全跳前的，我觉得太弱了。打起来就好了。
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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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文都在定了。哇！我站在前面了。我站错了，我站错了，我太想要控那个酒桶了。雷克萨跑太快了啦！他爸这一直跑，一直跑都没在看地图的。雷文都来了。点塔，点塔，点塔！别怕，别怕，别吃兵了，别吃兵了，吃人，吃人，吃人！碎啦，碎啦！啊，你怕丢啊！全都打不死。谢谢董内，你的符文是帮对面尿钱，哎，看出来了吗？可以。因为他要回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回下路了。我们先跟雷克萨跑一下吧。酒桶干嘛撞我啊？撞我会比较开心吗？我就不帮他吃这个了，我就直接往下靠就好了。只是我有点远而已。他们可能他们有匿名的情况下，他们其实不大敢塔杀，除非他们有算得很准。匿名的血那个大绝。来拼一下他们！哇，姐！哎，到底为什么可以走出去啊？死香炉，笑死！九总来一下，二打三，没问题的。点塔，不要怕啦！哇！你不要怕，我都不怕了。我们有逆命了。哇！我的妈的，妈妈的妈的妈的！他刚点塔，真的下来打起来不一定会输啊！不要那么怕嘛。大家总是要这个 solo Q 一把就40分钟秀一下操作嘛，不然你干嘛玩这个游戏？这么想赢哦，秀一下操作嘛。谢啦，酒桶。硬要，还真的硬要。
各位刚有看到九筒超秀吗？一闪，他一闪闪到不知道哪里。哎呦，哎呦，干太不好有趣了。他怎么刚他刚一这边，然后闪这边，然后人都在这边。他刚一闪其实撞到人的，说真的。可以啊，打得赢啊，打得赢，打得赢，打得赢。别怕凯特琳！哇，真的傻眼。别走呢，他真的好扯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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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扣个魔超烂，退装退装退装。点塔，别闹了，凯特琳。点塔，哇，他真的是会让人家脑溢血的玩家哎，他比王永杰还失控哎，快hold不住了，下一把好想自己玩 AD 哦。对面机器人好烦，这么钩子要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海鲜套餐？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队友，基本上都有机会凯瑞哦。感受到吗 ？Go go， 有没有？优质游戏，优质游戏。站着助攻。反着。Q 一个。可以巴龙啊，其实巴龙很好，只是他们没有空，没有懂。可以打吧，其实，其实可以打。
雷文不是，他雷克萨为什么要打打后排啊？这个也是喜欢打后排的。他要飞谁啊？不会死啊！开！你在干嘛？怎么那么可爱啊？这些人！你他妈别炸我！我刚以为下来是菲欧拉，我刚没看。别闪现！我他妈在旁边还要闪现，真看不懂。那么不信我救起来，对不对？没事没事，我他妈还可以扛着，我跟你说。逆命凯瑞，这把他妈有眼睛的都看出来我在带着下路的吧？你不要跟我讲你没眼睛看不出来这一场差距哦，我会生气气哦。你看一下这个盾，欸，他怎么没血？偷偷啊！你看一下我的，我靠北，我站着自己拿到冲出去了。
哇，救不起来，我双盾给他了，救不起来。GG。